就是台湾人看你这两个所以 千万不要告诉你我如何进行我的研究。第一个是从我的经验，我在台湾的经验。第二个是从有去过美国的台湾人，我访谈很多台湾人，所以我可以知道他们在美国的经验，还有很多美国人，我也通过他们在台湾的经验。所以，这是我的题目箱。我们的文化影响我们每天看别人的活动。我觉得，从我们普通的活动就可以比较了解这个是什么文化。我对这个题目有趣，因为我在台湾每天会看台湾人讲话或是有互动，所以我想要知道为什么我跟他们说的是，不是我跟他们总是。看他们怎么是不一样，我觉得是文化的影响。好，这个我要接下来给你们看段影片，这个我还没准备好，这个在这里，我要有2个月左右。Thank you.